嗨，我回来了。这次的 vlog 呢，就是要做一个我的 final week， 那这是我回去前的最后一个礼拜。然后我刚回顾了一下我来这边拍的第一个 vlog， 我就惊觉怎么时间过这么快，因为呢我那个 vlog 就讲说我刚来波士顿第一个礼拜，然后现在我已经要录，就是我回去之前最后一个礼拜，这时间过得真的很快。然后呢，今天是星期天的下午，应该是2:30左右。然后早上，跟一个节目开了一个电话的前采会议，因为回去要上节目。然后早上我7点钟就起来了，昨天很晚睡，我昨天应该是2-3点才睡。然后我就稍微整了一下我的房间，因为我想说我一个礼拜就要走，我怕我明天开始就天天上课什么太忙了，没有时间整，就整了一下我的房间，然后量了一下体重，例行公事，然后就是整了一下我的那个书桌什么。然后现在呢，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在写我的下礼拜 schedule， 下礼拜 schedule 就是有点点爆炸，但是还行吧，所以就这个 vlog 就记录一下我最后 final week 我是怎么过的。然后呢，因为其实我那个已经有很多 project 上礼拜都已经交了，就是应该是4门课的 project 已经交，所以其实下礼拜只剩下4门考试跟一个 project， 所以其实还好，但是考试我会比较紧张一点，毕竟是 final 考试嘛，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彩排，所以我现在就是要，因为我脑子就是我的习惯就是要把我所有要做的事情全部写下来，然后列成一个表格，所以我现在就在稍微做一下。我是非常想回去了，但是就是好多事情，我到现在还没吃饭，我刚刚打了一杯果汁，我的 Berkeley 杯子里面有那个冷冻的桑葚、蓝莓跟红莓，然后香蕉。然后今天已经是我减肥的正好第七天，也是我连续运动的第七天，如果记住的，因为我真的从来都不喜欢运动，但这次真的是我人生中以来第一次连续7天运动，因为我已经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胖下去，因为回去要很多工作，所以在这个 vlog 里面我也会分享我吃什么，还有我怎么做运动。那今天我预计的是复习2科考试，写一个作业跟排我下礼拜的 schedule， 还有我明年的。那我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2019的那个目标的一个清单，所以我今天就想把它做出来。 OK， 好吧，开始工作。现在是4:02，然后我刚刚已经把我这个礼拜的 plan 都做好了，我自己是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小小的 checklist， 所以我每次都很清楚说哪些事情我做完了，哪些事情没做完，所以 study plan 做好了，然后圣诞小卡片的 list 也写好了，所以我就简单做了一些我的计划表，然后现在要开始读书了。其实我真的不是一个特别会读书的人，就是我通常学东西比别人还要慢。所以今天我本来约了我的朋友跟我一起读书，但是没有成，就是只好自己读。好，加油。现在已经快要6点了，然后我依旧在同样一个位置上面没有动过，然后我依旧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很不饿，就是不知道是果汁顶饱吗还是怎么样，也不知道晚上要吃什么，通常我在早上的时候已经想好一整天要吃什么，然后中午已经想好晚上要吃什么，但今天比较异常。给你们看一下我的书桌好了，
乱七八糟，然后特别顶饱的果汁，然后就是没有就是什么，继续念。现在是6:37，然后我念了一半不到，我念其中一科的一半不到，但是我准备跟朋友出去吃个饭，就是读书之余还是要好好吃饭，然后才有更有动力可以继续念下去。好吧 ，Let's go。很开心我已经又考完一门试了，我今天已经就是整个累到我连妆都没有化，就已经放弃了。我觉得应该做一个对比，就是上学第一天我长的样子，然后现在是我学期末的样子。我现在下课然后回到家，现在是大概要快5点了，然后我准备先吃晚餐，早点吃就不那么胖。然后现在要煮的是一个汤，然后这个汤呢是番茄豆腐蛋花汤。我的蛋花汤，然后等一下的 schedule 就是呢，我决定先练琴，因为我觉得读书呢就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事情，就是你读下去就会要读更多，所以我决定先练琴。练完琴之后呢，我稍微要录个音，然后再继续读我明天要考试的东西，然后我可能会找朋友来一起读，所以比较动力的。今天如果还健身的话，就会是我连续第8天健身，实在是要为自己鼓掌，要来一个小 S 完整版鼓掌。好，对，然后今天过得其实还可以，没有那时候那么忙，只是因为吃的很少，我今天就喝了一杯果汁，就到现在，所以会比较没有精神，但是我可以的。我就是我的目标回去就是要瘦到100斤以下，所以我还剩下4天的时间可以瘦。对，念书，现在9点多，9:43。他明天要考那个 proficiency， 我明天要考 arranging。我好紧张，其实我蛮紧张。你很紧张吗？我星期3才考。然后我们现在是一个读书会的概念，读书会，读书会 ，study group， 这两个好啊。我已经在崩溃边缘，因为，现在是12:59，然后，我复习的还可以，但就是有点慢，因为我不是一个读书效率很高的人，我是比较有拖延症。要慢慢来，不然我没办法就是思考。然后其实好多事情，因为我星期3有一个排练，然后明天一个考试，明天2个考试，后天2个考试，然后我今天还要打谱，打星期3的就是彩排的谱，然后还要练星期3考试的琴，我今天还没有时间练琴，然后还要练吉他，星期3排练吉他跟钢琴，然后还没有运动，然后现在有点饿了，但没办法，让我们继续下去。我不知道
说这个 vlog 会是出来是怎么样，会是一直都是一样，就是不停的看书，然后吃饭，然后走路上课考试。但没办法，就是好吧，让我们继续在夜深人静的夜晚读书加练琴吧。现在已经是2:50几，53分，然后我依旧没有复习完。但是我打算洗个澡，然后敷面膜。但是我做错了一件事，就是我准备要在房间里做一个马甲线运动，但是我先洗了澡，所以就顺序有点混乱。你知道，就人在半夜的时候就头脑不是很清晰，所以。其实复习了2/3，然后我想说明天早上再起床计时，然后做一个运动，毕竟不想半途而废。我都已经连续运动9天了，是9天吗？对，连续运动9天了，我想要，不对，8天，所以我想要继续下去。虽然做不了那个燃脂的，但也可以做那个马甲线的运动。OK， 跟着我一起动起来。Yeah. Yeah.